大家好，我是嘉欣。芒果好吃，但是皮不好剥啊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吃芒果不用剥皮的小妙招，而且还不浪费果肉。大家仔细看啊，我们用刀在芒果的中间，像这样给它旋转切一刀。大家在切芒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把芒果的核切到了，对吧？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再用手像这样给它旋转拧几下。好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保鲜袋像这样给它拧几下，看到没？这样芒果核就取出来了，非常完美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到没？非常有食欲啊！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勺子很优雅的吃芒果了，而且还不浪费果肉，再不用像以前那样用嘴乱啃，弄到衣服上面到处都是，好尴尬。大家看一下，非常有食欲啊！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可以把它分享转发出去，告诉你身边的朋友。